收看的是开播大中华新闻，我是吴秀文。咱来关心到旧历四月初二在位吉时，根据同事记载，明仔载在位伫咧正西边，好时是戌时，也就是早起的九点到十一点，适合着祭祀甲开工。另外提醒我大家其他的禁忌提醒。新闻要继续来关心，对即日起，伫咧2013年中华美食文化节要伫台北搜狗百货正式展开。中华馆长赵佩冠是亲身北上宣传，包括着有今世世界纪录的控肉天王、大川葡萄等在地名产。果然哦，这一开幕就吸引真侪民众来抢购。酸酸甜甜可啉的大川奇峰葡萄汁，伊的魅力就连中华馆长赵丕元拢挡袂牢，直接甲民众现场大嘴干杯。过来这个单位长长的链条，原来是肥嫩个胖公公的控肉，这就是60年历史，曾经得到金色世界纪录的中华控肉天王。浊水溪的梁子敏，那在彰化呢，我也是畜牧大县，我们把最优质的肉品跟最好吃的米结合在一起，再加上我们文化的陶冶，能够酝酿出这一碗最好吃、最值得回味、吃的口齿留香的控肉饭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品尝。2013中华美食文化节，除了道地美食，搁充满人文气息。想要感受一府二鹿三艋舺当中鹿港传统的高级之水，在地老师傅指引民众慢慢进入中华丰富的传统艺术风情。另外来到这，绝对袂使错过真济有特色的中华名产伴手礼。我常常因为工作很忙，没有办法经常去拜访彰化，所以呢，我都常常托我的朋友，只要到彰化，拜托帮我带一个咸蛋糕回台北来。所以呢，我想每一个人对于彰化都是那么的耳熟能详。我们都会提供具有彰化特色的个人化的邮票。那另外消费的话，每满1000块，我们就会送最近最夯的，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彰化最棒的织袜产业的礼盒。无论是黑胶酱、手工肉丸，或者是两卷，只要是你想得到的中华冰山，全部拢伫5月17到19号2013中华美食文化节，嘛欢迎伫台北的朋友会使前往上身。多种的新闻综合报道。鹿港县公庙真侪年来呢，拢有投入着照顾社会弱势服务。今年是进一步扩大范围，捐助21万户复兴国中，作为第八届的客服的费用，或者经济弱势学子会当完成受教育的期望。手爷清香，用上届诚恳的心向圣王爷表示感谢，也希望圣王会当保庇福建国中全校的师生身体康健，学业顺利平安。低收入、中低收入、轻寒跟身心障碍生合计起来拢总180位，那个是等于我们第八节辅导队的一个缺口，所以我这是6年来第一次出来寻求援助啦，所以感谢我们那个城隍庙委员管理委员会呢，答应帮我们全额补助。这个我们都是专款专用，就既然是补助我们这一批孩子的弱势费用，我们都缴到学校公库，然后都是直接来替他们缴这一笔费用。那如果还有余额啦，我们也是用在这一批孩子需要学习上面的补助。鹿港圣王庙巡回中心为了照顾在地学子，加上今年福建国中第八届的辅导课欠缺经费，是捐了这21万外金额，让学生会当安稳来上课。培养啦，较杰出的一个学生来讲，对咱国家啦，对咱治安都是很好的啦。咱这是。讲的教育是百年啦。近期差不计有各县各中心每学期无够2000块的第八节课后辅导费用，有家长化散者纳袂出来。这学期福建国中180外的人是纳袂出来，校方又阁无法度来负担。好佳哉，圣王庙愿意帮助，这笔21万外的经费，卖全款全用，予弱势经济学子会当一圆教育的梦。佫较散嘛袂当散教育，因此校方买。
希望借此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，唤起更加侪人用行动来支持经济弱势学生的受教权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陆港采访报道。来看这个温馨的表扬活动，陕西乡公所今仔日来举办着模范母亲表扬，颁发予八位模范母亲奖牌甲礼物，嘛要感谢这伟大母亲为家庭无私奉献的精神。这礼拜就是伟大的母亲节，陕西乡各界庆祝母亲节。今仔日乡公所嘛特别举办模范母亲表扬，有八位模范母亲甲伊厝内底人接受大家的祝贺。其中八十二岁黄红薯女士一家幸福美满，伊阁利用时间教导居民编织环保手工艺品，对困苦家庭嘛帮助送种费用，是陕西乡县代表的模范母亲。一个包包做大包袋啦，捡起来较袂，这就一个环保安尼宜家家吼，啊，加点仔来尝一尝安尼嘛。啊，弱势家庭吼，就是讲有法多分会尽量，啊，这个虽然呢，讲因阿兄那迄落。有需要是大家互相啊，兄弟啊，大家互相安尼帮帮忙做弱势家庭啦，吼。自细汉都辛辛苦苦甲阮请养，一世人真辛苦，吼、哦。阮做子女的，吼、哦，一只，吼、哦，十二万分的感恩。母亲为家庭无私奉献的精神，予人敬重。乡长蔡丽官表示，做人事事一定要有孝，有时间要加陪厝内面的人。有真侪妈妈，吼，到即卖年龄大，啊，身体嘛无讲偌好，但是伊拢无怨无悔，孩子，吼，伫社会有即、這个。为社会来做贡献，也、有成就，伊就心内就足欢喜的。啊，请吼咱的时阵会记吼，啊，逐天都爱好好的友好咱的妈妈，啊，祝天下的妈妈吼母亲节快乐。黄红树的早镜新妇做伙庆祝母亲受表扬，马大芳、金妈妈阁有小蛋，模范母亲表扬会场的气氛真热烈，辛苦的母亲嘛欢度一个难忘的母亲节。大中华新闻，大木青刷赛彩虹报道。三年一届，一届三年的邦桥头七十二庄往着鹿港天桥宫合作的活动，今年是圆满年，现场有超过五万人的信徒，从这鹿港中山路是客家圆满满，相当的热闹。